地方的这个学校也做定位，所以我们在此开始计时五分钟。如果今天中的选手没有办法选出到齐的话，那五分钟中都没有选出到齐的话，大家会以西赛轮开始计时。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虽然主席左手方的是林汉宇选
位主席右手方呢是徐志莹学姐。在介绍双方辩士，正方有金陵女中男的，正方一辩黄义明。正方二辩庄新平。正方三辩，正方三辩同时也是今天的主辩黄婉君。本方有本朝中男的，本方一辩洪敏珍。大家好。本方二辩同时也是今天的解辩施怡萱。大家好。方三辩杨志贤，大家好。本三比赛采新制奥运钢丝制制，也就是胜论直取截面各十分半钟。本期将于三分三十秒时按铃一下，三分五十九、四分整时各按铃一下，四分二八、二九、三十秒时各按铃一下。届时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比赛即将开始，请在场观众将手机调整成震动或是静音，以免打扰比赛进行。本场比赛先有掌声，本赛就宣布比赛将于零响过一分钟开始。请正方一辩上台陈论。大家好，正义是一种对行为或是价值观的评价，往往会因着每个地区、文化、种族等等背景上的差异而有不一样的认知，这也致使我们很难直接武断定义正义的内涵。而外观上，正义词在字义上并不是一个纯然中立的状态，而是一个对于良善价值的形容。更直接地说，正义是一种高雅的词汇。当我们今天用正义在评价一件事时，往往表示我们对于这件事的肯定，并且希望这样的行为或是价值可以持续下去。而相邻正义五个字则需一定的观察，虽然沿用了正义一词，但并不直接说明乡民做了好事，而是泛指乡民们基于价值观共识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言语或行为均属之。回到题目本身观察，双方的立场其实就是评价对乡民的行为或是价值予以评价，这样的评价既有行为指引的效果，一旦给予高扬评价，就表示对行为的肯定并鼓励行为的持续，反之则贬义，表示对行为的否定并欲使行为有所节制或停止。但乡民的行为很难切割观察，一旦予以特定的评价，则后果则必须盖棺承受，反之亦然。以下我方则具体说明乡民行为的样态，说明为何我们认为予以正面评价。当然，我方会尽可能告诉大家乡民的贡献，而当反方说出乡民的不当举措后，也将一并讨论。针对乡民言行的具体观察，我方认为可以大略区分为针对政府或公共事务的监督与针对私人讨论、批评指教。首先讨论乡民对政府与公共事务的监督，例如近期八仙城报案，政府对外公布决议拨出第二预备金补助伤者损失之后，乡民随即在 PTT 上
媒体。2009年报道，台湾博士，台湾博士生面包之喜事由乡民举报教出元凶。由于乡民不肯订阅戴正文的行为，于是将嫌犯放在网络上的犯罪证据提供给警方调查，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有一个2011年来自今日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台大博士生无故阻挡救护车，比出中指，还有比出中指的相当行径，被人乡民人肉搜索，且引起全国人民严厉挞伐。本又来自今日新闻网的报道，新竹某国中女生遭霸凌事件，此行为在影片流出后，乡民大力谴责，连出反霸凌，并导致社会风气。乡民借由网络影片人肉搜索出霸凌者，并有舆论的力量使加害者出庭之前，上述的资料皆表示，透过网络乡民的讨论可以得知，原本未被明确界定的大众道德底线。若电视触犯了乡民的良善行为的认定，他们会使用诸如搜证举报、人肉搜索、舆论压力等方式加以讨论纠正，提升大众对影片的参与度。综合以上，我方对乡民言行做出的归纳整理，对政府中共政权监督引导民众关注议题的走向，从多个角度解释和探讨同一事件，开始运用人数庞大的优势向政府表达了决心声，扩大事件的影响力，达成目的。而对现在探索的同的乡民更有机会察觉到社会不公义的现象，透过网络迅速传播，在短时间内提高群众的市民的注意，使之悔改或接受法律的制裁。透过乡民的言行，皆发挥对社会建设影响力，且对社会整体有所注意。因此，我方肯定乡民的言行，相信乡民的正义已经完成。谢谢大家。请反方二辩上台。所以您方现在是否认您方是用结果论哦？您方是用结果论，但是。
它快速消化，并不一定是好事，它造成有很多很多后面我们不知道的隐忧，甚至它的造成的结果。您当时单就认为他们拿出来讨论就是真理吗？你说救红撞车才是这样。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像军法里面，其实有些法官是没有当过兵，不过她是女生好了，其实她对军中的文化生态并不了解，但是今天你却要她来做出一些军人跟军人之间的事情，你会再有点不妥吗？而且并且在快速的，其实它有点像民粹，因为现在大众的民众希望我们赶快修法，所以政府才赶快以一个快速非快的速度，不经一个理性或是一个思考思辨的过程去完成这个法案。其实，在法律界或在社会，现在有很多舆论是认为这样是一个更不正义、更不好的行为。那您方对这些评价？我方先解释得到您方对我方正义的疑问是这样。来这边您发言，请反方一辩上台争论。也就是一个恰当的点，所以正义其实是在追求一个平衡。
但是今天乡民的正义偏离这条道路，女性只能在乡民的世界里面不断挣扎。进一步来说，唯有我们意识到乡民正义内涵的暴力和缺陷，我们才能意识到群体舆论的力量可怕，而去保护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和理性讨论的空间。追求正义的过程需要的是更广泛深度的讨论，需要的是对行为的反思能力，在具体的行动前停下脚步，不以情绪做主要催化，透过较理性的辩证，更多元的讨论，以较谦卑的态度面对争议，我们才会有进步的可能性。而我们所谓的争议，即是我们对良善世界的想象。而争议具有几个特质：要敢做敢当，可以接受挑战，可以随着时间空间背景的改变，而且不该是具有多数霸权，也就是争议一直具有思辨和讨论的空间。我是任高行正方三辩上台指数。这边来讲说，我有意思他们，那我
讲到那个女的，就是反死刑，只要风向不对的话，他们就去排挤，还排斥他。应该说他们有一些跟身体有关的，就算受到外来荼毒，他们也不愿意改变。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无性妈妈，还有他小时候的事情，还有什么？根据以上，警方认为因为这样，所以上面的争议不是争议，还要补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他们坚信自己的正义是正义的时候，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他们就会做出一些比台上电视停止发言。请正方都边上台申论。天界的言论不是没有意义的。
不知道如何挑一个美好。有没有想先跟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对方要用结果来论证？如果假设我今天我要去救老奶奶，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要想救那老奶奶，我是为了你生这样伤心的投票。但是最后把那老奶奶救下，那表对女方而言不算是很正义吗？大家已经挽救她成功了。所以只要以结果论来讲，不管如何，只要结果是好，对方也都是很正义，不管过程是当什么样的手段。好，那这样，那张表刚刚告诉我们说，女方会有就算是偏激的言语，他们都有办法促进讨论。那我们现在来看这边什么样偏激的言语。在我方意见稿都提出过，那个图妈妈她说女儿被割喉，她选择原谅她，她希望她不要判她死刑。下面网友回答是：关我屁事，你原谅不代表别人要原谅。现在很简单啊，谁杀我女儿，我杀她全家，谁来敢来？自以为有大爱。高淼，对于你方而言，这样偏激的言论真的有办法促进你讨论吗？甚至高淼有一个在传播学上面有一个叫沉默螺旋，就是当您方的声音被认为是少数的同时，你就不会想表达自己的意见。高淼对你方，你这样有办法促进讨论吗？当整个 PPT 版上面都充斥了这样的言语，你女儿被杀离开了，但是别人的女儿还想要领养，凭什么代替女儿原谅？都不事实。高淼对于你方也充满了这样偏激的讨论过程中，真的有办法促进讨论吗？真的想表达声音的人真的会出现吗？那只是部分。高淼，我方还放出更多的资料给告诉你，甚至你自己如果往后面看。像是，这是什么？让我们检讨关你屁事，你不检讨你家的事。那评论说里面不，是都没有。我刚从来就不否认里面人确实会有理性，但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非理性，甚至用情绪化方式在做讨论？你有没有告诉我说，在这样偏激言论下，真的有办法促进言论的自由吗？真的有人会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吗？是当然，我就说传播逻辑上有一个叫做沉默螺旋的效应。当你是少数中，你越来越不敢出来发声，比起现实中，你更加不敢去发声。所以，当然，在你放情况下，你没有办法论证告诉我说，在你放世界底下，你想发表意见更容易被发表出来吗？还是其实在网络的漩涡里面，你更会被漩涡给隐瞒呢？好，没有关系，有待你放后面再做论证。好，那对方面我们继续。你方刚告诉我说，你方就是从结果来论起。那我方刚前面有举个。就有个案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法官就是蒙着眼睛掷着骰子，135就把这个死刑犯枪毙，246就让这个死刑犯再多活一点，当面就算我真的杀了死刑犯好了，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正义吗？但是你不能否认法律存在这种正义。当面，我想法律存在是一种正义，这还有待我们讨论。但是实际上，我们想要看老师这样结果式的正义，真的是我们大家很想看到的吗？对你妈妈，你妈妈告诉我说会有八星尘暴啊、318太阳花学红中秋。其实到了现在，其实事情都非常具有争议性，这些事情都还没有被判断出它是不是因为有争议性，代表还有讨论的。是都没有，可是，在你方的网友底下，你方想想做叫红中秋案件，不就是只是赶快急速推动修法军刑法？但你方真的有看到说军刑法修掉的背后带来多大影响吗？都没有，今天军审法真的推动掉是一件好事吗？它真的是一件结果好事情吗？符合你方结果论的好处吗？你方有办法给我份资料告诉我说，军审法推动修改有助于军方的治安更好诸如此类，改善军方军纪。所以当对方没有办法定义这件事情的结果论是不是好事情之后，对方没有这应该改不算是你方的定义。好，我帮你接受，他确实是有在讨论。那既然都没有，你方刚刚举例说，人肉搜索很多人触壁，现在我觉得你是杀的资料，刚刚可以借我看看你的资料。我可以现在就传上来。而且，资料吗？阻止自杀。对，他都没有。既然我们知道舆论力量是非常强，但他不但可以阻止自杀，确实可以阻止自杀。但是我方也知道，告诉你方说，他确实影响到他人，因为舆论力量促成他的杀，你方如何评价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份资料是，一个美国的女孩啊，她被同路男友一直骂她去喝漂白水，为什么要生下你爸妈让你会痛的吗？当面我们放过了。现在没办法，就是下对。来，当面同学停止发言，请本方和辩方的评论。网络这个 PTT 它
的世界下造成这些人的影响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较高的匿名性。当我今天穿着板中制服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说出的每一份资料、每一句言语，我都要负举证责任，我要为我说出的言行负出责任。但如果我今天在 PTT 上，我是一个 A B C 1234的账号的时候，这时候我可以尽情的说我想说的。这时候我并不需要负出举证的责任，我想要的是一个存在感，就像我刚刚所说，论文提出来说，他们认为网络世界上就是一个共感共在。我希望只是有人来跟我讨论，我其实提出这个言论，并不是想要讨论这件事到底是不是该做不该做。我寻求是一个我存在，我寻求是一个有共同有人愿意跟我讲话，有人跟我一起讲话的空间。接下来，如果我今天说了一个人很讨人厌。这时候，下面有100个人、1000个人，甚至10000个人跟我一起攻击这个老师或这个人的时候，会造成第二个网络上的责任模糊跟责任角色的结果。就像我妈刚刚所说的，为什么法官在？其实我们希望法官在判案，即使台湾的死刑是合法的，法官还是会仔细小心。就算他真的很该死，法官还是愿意听他陈述事情，因为法官他是一个人决定这件事情，他要负100%责任。他这时候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他的生与死。但乡民不是，网络不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如果1000万人跟我一起说他就是个该死的人，假如他最后真的自杀，他是无辜，他死了，这时候我告诉自己的是什么？我告诉自己的是，其实今天就算少了我一个人，下面好像还是有9000、9000，甚至90000个人跟我说他都该死啊。其实我不应该负全然的责任，其实我不是要负全然的责任。这时候就会有所谓的责任的推脱跟责任的模糊，并且在责任他要负担责任上，其实也是很困难。就像我刚刚所说，其实网络匿名性首先就已经造成他抓人的一个困难性。接下来就是我刚刚所说人数的众多，一个人即使你要通过司法程序，即使你要解释，就只是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无辜的，都有很大很高的困难性。接下来综合前面两项所谓的匿名和责任模糊的时候，这时候会造成我们心理什么样的状况？造成我们认为我可以及时性、快速的去发表言论，因为其实我要负的责任很小。但在今天，我掷骰子掷对了，我蒙对了，我是什么？我是正义使者。我告诉大家，是我在做正确的事情。其实我方认为，不管今天它的结果是好是坏，我们都不应该以直接用正义两个字，不应该用结果去加注在那个人身上。首先，当你以为你是正义，就像我刚刚所说，当你认为自己是正义使者的时候，这时候你做的事其实是没有顾虑。就像他刚刚所说，如果你评价这个东西正义，我们希望他是去鼓励，希望大家去效法的。那今天假设一个理性的人他做出了一件事情，这时候大家去效法。但同样的，也会有一些不理性的人看到这样的结果，他就想，哎，是不是我只要做到同样结果，是不是我只要同样披露某些政府坏事，我就是正义的使者？但他殊不知，那个理性人在做这件事，然后中间是经过多少的思辨、多少的思考，才达到他所做的那些行为。我们这时候当如果直接冠上一个，下面是一个复数，我们不否认有好也有坏。但当我们直接全体的冠注“乡民正义是正义”的时候，我们除了让那个本来在理性思考的人更容易不理性思考之外，更让那些本来就没有在理性思考的人更觉得自己在伸张正义。这是我们不乐见，这是我们不想要看到的。接下来就是我刚刚所举出的沉默螺旋的理论。当今天有10000个人告诉你说这个人很讨厌，或是这个人就该死，就应该要有死刑，这时候你提出来的理论是会被1000万人虚报，这时候你还有那个勇气提出那个理论吗？所以我刚想说的是，当在沉默螺旋的情况下发生，并不会像他方所希望的真一样，大家互相讨论，大家是平等的。其实在网络上，大家还是有一个权利或是一个蓝绿的分界。你在蓝的世界，你在 PTT 上，你就是占大中，你就是有比较大的力量。你在绿的时候，如果你在蓝的时候，即使你认为像是说国民党好棒棒，或是马英九好棒棒，这时候我们姑且不论国民党或马英九做的是否正确，他直接就是没选上。停止发言，请再帮念上来几句。刚才林芳有说，
说他这一个小小反对雪雪妈的意见会跟支持雪雪妈这么大意见相抗的，那他这样也不代表张贵宾不能论证民法。我刚想说的是，在这个是这样的情况下，更容易造成，像我刚刚我不否认，有些人他能够说出他的指证利益，他的正确逻辑思考，来说服更多人跟我站在同一边，或是大家停下来思考。但是若当这时候，有些时候他无法做出这些举证或这些举例的时候，像有些时候，其实像有些时候，如果有人说你是一个党工，这时候其实你很难承认自己到底是不是党工这件事情。但在你无法承认的状况下，或是无法有时候很难举证状况下，大家是一昧的攻击，一昧的所谓的攻击的言论，这时候你真的很难为自己发言。好，知道您方的意思。那您方有说到乡民是具有匿名性，然后他们匿名性是较高的匿名性，可以跳脱一个身份，光不否认他还是有 IP 或者什么，还是可能找到他。但是当我是这个人，我穿着板中制服在这的时候，跟我在 PPT 上是 ABC 一二三四是不同的。对，但是网络上面真的有匿名性吗？今天只要我们想要我刚才说是更严重，我刚才说是更严重。就像好了，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我今天是板中学生，我看这个老师很不爽，跟我在靠背板中上说这个老师很不爽，我相信言语程度上的都会不一样。您方是否同意这件事？还是你认为我在这时候说的跟我在靠板上说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当然不会。我刚才只是想要问你说，好，那说乡民具有匿名性，接下来的责任等等的，这是其中一环。对，但是匿名性是跟人肉搜索伴随发生的。他今天发表不实的言论出现之后，如果大家他发现他是不实的，那是不好的，大家也会变成。所以就像我妈刚所说的，我方不希望追求只是一个结果论。对，他今天真的做错了事，那为什么我们中间要用这种偏激、这种过程、这种言语的互相挑衅？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像涂妈妈的事件，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就是对于死刑的准备或这件事情案件本身。但大家说的是什么？你一定是收了那个犯人的波及，你不觉得这样不理性的思考会让那个妈妈其实她身心受到了一定的伤害，而且让这件事更无法讨论，造成了沉默如雪。那个妈妈一个人在那澄清，大家攻击她的时候，你一定收了很多钱，你凭什么会？一个偏激的言论出现之后，一定还会有另外一个更偏激的言论出现。所以你今天希望是一个很偏激，因为很偏激的事情的互相碰撞吗？所以如果今天两个人在那边互骂的话，最后得出一个很偏激的结果，你放心。理性的讨论当然是最好，但是偏激的讨论你也不能说他。所以我方不否，所以我方绝对不否认，乡民有很多错会是因为做错事，但我们不希望乡民在追求正义，不只论结果，并且用一个偏激的比较偏离我们希望正义的走向的方法去达成啊。其实他最后真的达成了我们希望的方向，也不是我们想要去做的嘛。就像我们不希望法官是掷骰子一样。好，那我们先进行下一个问题。您方有说，您方透过反思让社会更进步的指标是属于正义其中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是是。所以只要有透过反思让社会更进步，就是正义吗？不，我方想说的是，其实就像我方一辩导说的是，所谓的正义是一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可能随着时代、随着时空背景的改变，我们不停地在追求这个平衡点，我们在往这个平衡点走。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告诉自己，我现在就是绝对正义，我是永远的正义。一百年前跟现在的正义观绝对不同，我方不会直接告诉你，像你这里绝对是正义。那透过反思吗？就像我刚刚前面还有讲到，我刚刚前面还有讲到一段，就是在网络这个社群下，你不容易。上面是停止发言。请正方三辩上台申论。
是我说老师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哪里不对，然后你要透过很完整的论述，想描述很完整的东西，然后刚好在这个老师看到这个老师成为有所改变嘛。那这是我们往下面他心，可是下面的特性本就不是这样子，他们上面其实情绪先宣泄跟怒骂，你确认老师没有看到就算了，可是看到这里确定他会想要改变吗？偏见，然后还蛮，然后我今天说这个老师是偏见，然后你在不一样的看法，亦或是不同的看法。
其实正方很简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认为揭发不公不义的事情，利用网络这个平台的力量，揭发不公不义的事情，就是他方所认为正义的展现。那他们认为在天界言语碰撞底下，产生更好的结果。那我们就先来看他们的资料，护照我发生城报案、318太阳花学院红咒球案件。其实说到底，这些东西到现在都还是具有争议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任何是正义的事情。那他们何从利用这些资料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争议已经达成，既有不断的讨论，既有不断的碰撞答案，揭发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事情真的是不光不义的事情。那当面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会有偏激的语言相互交错，会碰撞出更好的结果。当面也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告诉我们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反倒是我刚才提供资料告诉大家说，网络上沉默螺旋效应，当主流声音盖过大多数的声音的时候，大多数的其他小部分自流的声音，他们就不会呈现出来。主流声音就会持续的在台上占据。我换句题目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天津现在很花式，一楼三就是推五楼是五楼坐沙发，六楼没女朋友，诸如此类无意义的话语，在 PPT 上面就是充斥着这种不理性，PPT 上面就是充斥着这种情绪化。所以我刚前面反而说，在网络上面就有特殊，网络上面的特殊性是匿名性，因为匿名性造成他的责任无望，并不需要负担那么多的责任，他就开始讲出更多肆无忌惮的发言。相比，他也正是因为 PPT 板块上面它的即时性、高密度，他追求的是一个归属感，他追求是一个家的感觉，他追求是别人对他的认同。所以我方认为，今天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我们都可以推出很多的例子，告诉大家说，乡民会做对的事情，会做坏的事情。重点是我们来怎么在这个价值中去评价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正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当中没有告诉我说，他们认为今天学生去在网络上平台上面去告发老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正义的行为，这揭发不公不义。但是试想，正义是一个这么高尚的形容词，我们对正义有这么多美好的想象。当我把这形容词加注在学生身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学生认为他被宰杀，接下来他要做什么？他会认为这个整个世界都认为，我好像举报老师是一件对的事情。下一次他会不会没有收证，没有经过任何理性，只是单纯被老师骂了一次，就直接上去非理性的控诉？他从来就不会管这件事情到底严重性在哪里，甚至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去告发。他开始情绪化，他开始认为自己是正义，他开始被冠上这样的形容词，他开始认为自己就是正义的一方。我方最害怕的从来就不是他们会犯错，从来就不是他们会指错的。我们最害怕的是，今天那些人们在实践自己心中想象的时候，自认为自己是正义超人，不把他人言语放在心里，没有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刚前面举出一个例子，告诉大家说，会有兔妈妈。兔妈妈她其实是一个经过思考过后，她认为她原谅那个杀她女儿的嫌疑犯的凶手，她认为她应该给那个凶手一点机会。可是乡民看到乡民做事，乡民做的事情就是以全体的思考为出发点。今天在 PPT 板上主流的声音是不要反废死，他们认为死刑还可以带来一切。但下一个回文是什么？这个妈妈，你凭什么替女儿做决定？白痴妈妈，诸如此类。究竟为什么乡民要自以为是正义超人，没有采纳他人的意见？我们看到可能我记得是30篇言论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篇是替他妈妈讲话，没有任何一篇替妈妈讲话，都没有需要告诉我们，会有不同的声音，跟不同偏激的言论促成这个进步。我方认为还带方没有举证的论证告诉你这件事情。正是因为人心是脆弱，所以人才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当所有人都评价你是对的同时，其实他们就在伤害；当所有人都评价你是正义的一方时候，你就会开始骄傲自大。如果你原本是不理性的人，被评价成正义的一方之后，你会开始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如果原本你是理性的人，被评价成正义的一方之后，你会开始慢慢失去你的理性，开始慢慢产生一些错误的行为。我很纳闷的是，我很端妙，用结果论来告诉我们，那就是正义。不论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相信一个法官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去决定犯人究竟该不该死？为什么我心中是想着名誉，我就要去追求，我就要去救老奶奶？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件正义的行为？当对方没有把正义纳成这么低劣的标准的时候，对方又何能把正义加以灌在其他人身上呢？我方认为这是因为正义，所以我方认为相应的正义是正义。正方二辩上台指示。
言语不是情绪上的发言，言论就是有精神的发言，是吗？那就是外界发言，就是他会帮他做什么？好，我好像没看。
生活是不可能。反省这个人是不是还有可原谅之处，但当今天责任模糊之后。
才会审慎去思考。但乡民不知道，他认为自己是超人，并且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些超人可以到了多大的结果之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超人，世界上并不需要这么多男主角，世界上并不需要这么多超人，也希望超人每一次在执行活动的时候，是根据不同的犯人或不同的情况做思考，而不是今天我灌注了一个超人，一个正义的名词之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因为我是超人，只要对我不顺眼都是坏人，这是我方所不乐见的，这是我们不希望的正义。所以我方想说的，为什么我方认为乡民这一步是正义？首先，当你在认为灌输一个人是正义的同时，你正在引导他一个往不正义的方向走。你引导他一个往不用思考、不用你给予他、你赋予他的是一个权利、一个民主一个民粹的概念。就像洪仲丘事件，为什么修法？网友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民主、一个追求的快感。但其实殊不知，说不定它只是政府的一颗糖，一颗糖衣，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民现在想要什么？我享受到是一个即时的快感，一个瞬间的快乐感。我知道糖很甜，但我们还没吃完这颗糖，我不知道糖里面是毒还是糖。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加注它，乡民这一次正义，我们就加注这颗糖是完美的，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我们希望是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理性，不断思考，不断思辨，最后尽可能的达进了我们所说的那个正义，那个。行政方结辩，上台作结。在乡民的存在，
的比赛后，让我们来欣赏郑维新裁的裁判奖评。首先有请坐在主席正前方的解说员来为奖评。大家好，因为这场比赛对我来讲，辨认谁输谁赢是很容易的，因为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双方的攻防提出了哪些攻击，举了哪些例子，相对而言去削弱对方、伤害对方的利润，这一件事情在这场比赛相对比较不重要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很容易就能判断，是因为双方在建构论点的强度以及直观论点价值上面的说服程度产生落差，所以非常好判断。那所以我主要的讲评会放在这个部分。那攻防会带到一些比较倾向于建立性的攻防，对于我们今天这样比赛提出来的攻防，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想一下再处理会更好。那如果我有漏掉攻防，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之后再来讨论。那我主要讲评论是针对架构性的部分做比较。好，那我先问一下反方，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天你在这场比赛一开始说这个乡民其实做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特性啊，比如说隐匿性啊、不负责任这一些背景知识，或者是这些背景的乡民的蛮干做出的不理性的言论，乡民们不好，这一切的行为对正方而言，他是不害怕乡民做出的。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那你有没有意识到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觉得乡民做错了，可是这种言论是需要的？你有意识到？那如果你有意识到的话，你应该在后面会拿今天乡民的这种蛮憨，会助长他，就如果说是正义的话，会助长他继续不负责任攻击别人的这个价值观，和我们需要这种言论的价值观去做抗衡。我觉得你如果有意识到的话，你应该做这一件事情。那所以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如果我是打正方的持方，然后用他们的论点仔细的去挑战港方的立场的时候，会应该会这样问，会说：如果你觉得乡民是不正义的，你希望这种言论越少越好，就是攻击别人的言论、伤害别人的言论，然后跟风的言论，蛮看你希望越少越少越好，对不对？那如果都没有越少，对不对？也不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乡民的言论？这个时候反过来想，你就会发现，正方的这个立论的一个背景的价值或是精神其实是需要的，因为它隐含了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言论上的自由。这种言论上的自由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成长，所以他最后才会结辩的时候跟你讲说做错没关系，因为在一次一次的修正里面，我们的言论跟我们的正确才会尽可能往上去前进跟成长。好，虽然你没有比较也没有关系，因为反过来想，他们也没有拿这个东西去跟你们所谓的会助长乡民越做越坏的概念去做比较。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更倾向哪一种价值观的比较？双方是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即使双方没有做这件事情，在这场比赛我还是认为非常好判断双方在立论上面的这个强度跟弱度。我把比较多的论点分数看给反方，原因很简单，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今天建构论点的时候，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双方想要论证一种直观，就是乡民好多于坏，还是坏多于好。如果好多于坏的话，按照正方的这个一开始的给的标准，应该叫做这种行为如果是良善的、值得推崇的，那就是正义的行为，这是你一开始一辩里面的论证。那所以如果乡民的行为总体来说是良善的、是好的，那他就应该是正义。所以乡民的行为，乡民的行为在那边可以直接当然的提出，对你来讲，因为乡民的正义评价它不会是直接是正面，它只是一种行为的描述而已。所以如果乡民的正义是值得推崇跟良善，那就乡民的正义是正义。你们立论逻辑是这样，可是在这种直观的感受上面，你们在今天立论的时候，你们很难去跟反方所提出来的乡民的特性，比如说隐匿性，比如说这个乡民的这个言论的攻击跟不负责任去做抗衡。那所以变成是说，听起来就是，那既然这样，乡民的行为言论好像都不是那么好，好像坏多于好的样子。所以很直观的感受就是，那我们还要用你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还要
要推崇这样的行为吗？我觉得后面那一个，即使这种行为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好，但是还是值得推崇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言论的这种理由，是你一直到结辩的时候才表达出来，你的申论的时候有稍微提及。可是我觉得相对于反方而言，他们针对去论述乡民是蛮憨的，是不负责任的，是乱七八糟的攻击性言论的这种论述强度而言弱很多。所以因为乡民的特性是坏多于好，在这场比赛的结构上面、建构的强度上面是坏多于好。虽然我觉得今天要证明乡民都是这样子的人，在理论上很难成真，因为毕竟不可能数据化说，你看67%的乡民是蛮憨不理性的，那剩下的乡民是理性的，我们没办法数据化。可是我觉得在辩论场上的一个状况的论述强度上面，这部分是反方做到非常强势的部分。那所以他就可以很理所当然告诉你他的概念，他的上位概念就是，你看如果乡民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还说他是正义的，他们就会忘记自己是谁，他们就会继续做他们觉得正义的事情，可是这种事情是错误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可以举很多例子去做表述。希特当时在屠杀犹太，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讨论这个题目想到就是希特了，当时在屠杀犹太人，他们觉得他是错，他觉得他是对的，种族进化很对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没有办法去跟在架构上面去做这件事情的抗争，而且其二是我觉得你们没有办法去直接站在我们那里面没有做到去直接挑战他上位价值观，就是，一个人做的事情，如果他自以为正义的话，我们不应该鼓励他的这种价值观，你们没有去做挑战，那也没有拿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去跟他做比较，所以我觉得在强度上面会很明显的让我把论点分数比较多的分数判给反方。那如果回来讨论攻防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值得聊的事情。先讲一下正方，就是给正方你们在立论上面的一些其他建议。我觉得，如果你们的策略本来就没有讨论乡民好多与坏，一开始就赶快承认，就说庄瑞，你可以举这个乡民有不好的特性，那我可以跟你讲，这种不好的特性你会有做不好的结果，不管他是转回来怎么样，但是他有做，而且他也是一片良善。我今天可能要推动某种法案，也许我不是站在最正确、最深思熟虑的那一方，但是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是一种精神。然后不管你可以讲，但是，就算结论是糟的，或者结论是不是肯定好的，你们要论述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叫做不好的事情，还应该要做，可以举例吗？可以理解我意思吗？有挫折这件事情听起来很不好，可是我们乐于拥抱挫折，因为挫折可以让我们成长。那我觉得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可以出来，然后去凸显你最后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需要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最直观或者是最方便大家去撒狗血去解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不好的言，听起来不好的言论，攻击性的言论，可以反过来去思考，就像我刚问他的，你希望乡民都闭嘴吗？不可能，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言论的话，你会发现言论通通掌握在有权力的人身上，言论是会被控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讨厌戒严，我们讨厌没有自由的世界？为什么两岸要统一？台湾人最不爽的就是我们不能上Facebook，这是乡民最不爽的。对，因为这种东西，如果它没有的话，我们会过得更痛苦。它有出现，它也许不会是最正确的言论、最深思熟虑的言论，可是这种言论有助于让大家变得更正确、更深思熟虑。更重要的是，这种言论它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这种言论才能跟政府的言论、政府的权力或者是上位者的权力去做抗衡。后面这一块当然是蛮火的，因为你们并没有在这样比赛透露出这样子的强烈的讯息，你们比较能够说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会进步，所以我们需要。可是其实就算双方没有做价值上的抗衡，我也会对你们这样子说法产生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他会进步我们就需要，而且需要为什么视他为正义？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吗？其实我们需要他，但要视他为正义这一件事情，还是需要再做一个说法上面的补充跟加强，因为他没有。如果我把你当作正义，你就会执行你自己觉得的正义，很有可能出问题。这样子的现象很直观。
相比之下，上双方的上位在直观上面的比较，其实你们也是相对不直观的，可以理解我意思吗？那最后讨论一个，我觉得可以聊下的方法，就是如果我相对而言，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反倒是比较知道你们在干嘛，在操作你们的论点上面，比较知道自己的论点要怎么操作，要干嘛。也许昨天双姐盯得比较紧，对。可是我觉得有个东西可以想一下，因为在这场比赛，你要试图去讲沉默螺旋。我觉得沉默螺旋在这一场比赛最重要的用途，应该会是锁定在摧毁他们的利润上面，就是上位价值上面，因为他们的上位价值是这种偏激的言论可以激起很多的讨论，然后这种很多的讨论就可以让大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那你要去跟他解释说，沉默螺旋会让大家不敢讲话，风向只会一面倒。可是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为什么总是会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争吵，让大家争执？为什么总是会有？好像 PTT 开放到现在，始终没有出现所谓的就是真正意义上面的沉默螺旋，就是大家的共识虽然有强弱之分，可是始终没有统一，因为还是会有人愿意跳出来讲。那就讨论到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跳出来讲？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正好有回应到，就是在你们所说的网络上的匿名性会让你更愿意发言。所以我如果照你们的逻辑，是网络上的匿名性会让你更愿意发言，理论上也会更愿意讲一些跟风向不一样的内容。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是匿名性。那就算我风向会被举报，我觉得没差。如果照匿名性的强度来做比较的话，我也觉得没差，反正你们不知道是谁。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听起来你们在议论上面的逻辑是不是矛盾？因为你一边讲匿名性会让大家更敢讲，可是一边讲又一边讲说这个网络上会有风向一面倒的问题，会有沉默螺旋的问题。我觉得听起来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没有被抓出来。虽然不会不就是有没有被抓出来，这场比赛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就论点的漂亮或者是整体性而言，我觉得可能够强烈。应该你们会在这个部分，如果照这场比赛你们聊天的态势来讲，这个部分你们应该是有准备功夫，去诠释说为什么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因为我自己觉得也是可以有说法，它不是这么绝对的，有匿名性就这个绝对没有沉默螺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存在的，但是需要做解释，不然乍听之下其实有一点矛盾。那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光是论双方的结构性强度以及论述的强度而言，就算论点分数判双方平手，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单纯把双方今天拿出来的价值观去做比较的话，我自己直接心证，我会觉得我更倾向正方，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更需要言论上面的这个自由。那为什么言论上面的自由是一种正义？那可能还需要另外补充。不重要，但是因为这场比赛我不会直接这样比，双方是有在做事情，所以我如果这样比的话，对双方太不公平。所以，我如果在这场比赛，就算双方的结论在我心中是一模一样，甚至更偏正方一点，我觉得还是看强度跟论述的能力，在阶段性分数上面，反方还是会赢过于正方，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部分，就算我论点分数多给一点给反方，也不影响比赛胜负的结果。至少在我这边看，对，那我又会因为双方在论点的论述上面的结构跟强度丰富性上面而言，我会去决定双方谁的架构看起来比较好，我会更倾向于反方，就是评价谁的架构看起来比较好、比较完整，我会倾向于反方，所以我把多一点论点分数给反方，即使我心中非常非常认同今天正方背后想要引开、想讲、前面想讲的那种理论跟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在技巧上面比较缺乏，那这个部分还需要做加强。对，那所以我把论点分数摊开，会给反方。如果你觉得需要你这样子，这个论新政的方式太强烈了，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裁判这么新政的判决方式的话，第一个动作你可以先去参阅这个裁判准则，我裁判的通篇都是新政。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真的需要讨论的话，我欢迎你跟我聊一下判决。这个没有问题，我愿意花时间跟大家讨论判决。那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到台下再来找我。谢谢。
再来，我们有请坐在主席右手边的徐志怡学姐为我们讲。99.9%
的言论，只剩下怒骂的那些言辞，就是你们所谓的言语，为什么是可以进行讨论的？就如果我都看不到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较。那理论上正方应该要提出相抗，就是乡民做了哪些事情，至少来逼问一下反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有好有坏，才进一步去做比较。那在反方提出那个为什么要？在反方提出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给乡民正义的这个评价，因为你给了他这个正义的评价，会害他忘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他会开始想要继续这个伸张正义，然后一不小心就会做过头。那这边其实我觉得正方基本上是没有回应的。那我觉得给这个正方的建议，当然就是比较基本的，就是我认为你们要图图。有一些说法，我觉得你们说的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可是我觉得没有例子的呈现，跟反方相较起来，形式的感觉就差非常多。那反方的话，其实我自己心里会有个疑问，因为你们一直说不应该给乡民这样的评价，那给予他这样的评价，会害他如何如何。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你们的这个说法里面，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应该有正义这个评价是存在？对，这是我心里，因为我甚至觉得你们有一度的说法，好像是说，如果你们害乡民一直选择用网络上这样的方式来伸张正义，是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选择。我觉得我听到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虽然乡民这样好像也做了一点好事，可是这都是比较次要的，而且千万不可以给他正义的评价，这样子将来这件事情就会变坏事。可是我其实不知道，在你们形塑出正义的评价是。这样的效果的时候，那其实是不是你们根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评价正义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正义？就是我自己的疑问，就听到你们后面那一块在价值上面、论述上会产生问题。那所以简单说，我的论点判断就是论点分数就是判给反方，然后但是我论点分数其实蛮少，但我觉得阶段性分数反方其实就呈现的比较好，所以我最后评分那应该是就是整张都是反方。就是判给反方的，那我讲明白了，我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请外主席左手边的林汉宇局长来为我们讲评。是两位的啊，我必须得说，今天其实正方很不模糊，我觉得蛮有发挥空间的东西，其实很容易被。就算是蒙混过去。你们一开始对于乡民能够带来的效果，原则上把它区分成两个阶段，可以是公共议题的部分，也可以是乡民好奇的部分。公共议题你们觉得八区，你们觉得三一八区，你们觉得比较重视。而乡民共同讨论的议题，可能是同性恋，可能是死刑，可能是虐猫，或者是之前那个台大吴世珍还是吴世珍党中吴车反大人之类的。这两个这件事情在场上当中讨论变得很少，原因是因为反方上台去问你们说，对于公共议题的评价，你们所举出来的例子似乎没有那样的偏向正义。他们是说，八仙啊、三一八学运、红中区，它似乎不是一个正义定论的状况，所以你们硬要说乡民的这件事情代表乡民的正义，他们觉得你们无法论证。但其实你们可以换个方式去说嘛。三一八学运、红中区案件，他们其实的确，他们可能他的结果，就是他们军政法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不一定。你说这个三一八学运，你去冲撞立法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真的不一定。然后这件事情需要被讨论，是社会上的共识。这个福茂的黑箱作业，法律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容许这样子程序不正义的现象。这个是可能是认可，我们法治国家无法承受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的事情是这个议题不在台面受到讨论，我们不一定要它的结果必然是正义的，我们才把它评价为正义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要让它成为一个讨论议题，其实本身就有可以成为正义的议题，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们其实不必要去很执着在于结果必然要是好的，你们才把它评价为正义。有时候把它提出来做讨论，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有时候就有评价为正义的空间。当然这件事情不是我对于这个公法的看法，我就只是单纯觉得说，正方不必完全有继续发展下去的价值，是就是被一两句就这样的过过去，整个比赛就不上继续发挥。我个人觉得很可惜。那另外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单纯去讨
讨论一些乡民共同讨论的议题，可能同性恋，可能死刑。对于反方而言啊，反方的解释方式比较像是说，你们先去想说，乡民有很多，应该说不是乡民，网络平台就有很多行为，其实你们也是一列例子，在可能专业当中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当中，因为你也产生了很多言论的感觉。而你们对于匿名性的评论是什么？你们就是用两个名词，可能你可以说你自己的身份，你对你的言论不负责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两句话是中立的。你把你的身份抽离，你不用负责任，这件事情是中立的，可能会产生反方所说的结果，各种谩骂。我对于我想要击毁的对象，我付出所有的心力去想到底要怎么样，你有创意的骂他，各种人身攻击之类的。可是今天正方，你们在我印象中正方那边的申论，里面去讲说匿名性的匿名的特性会比较难保养，因为毕竟举个例子嘛，我可能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我如果泄密了，我可能会就是可能会被 fire 掉，我可能从此不能在这个地方寻找。这个时候网络的匿名性其实很方便的让你提供了爆料的空间，基本上网络上面就算可能就是没办法去查，那这个社会需不需要这样的机制？其实很多时候需要。为什么三一八学院能创？三一八其实不一定跟这样子的匿名性有关系，但其实很多时候一些，比如说食安问题，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的内幕，比如说之前可能网品的计划里面也被爆出了各种可能对于员工不那么好的事件，它都不是一个一般的员工敢向记者爆料的事情。毕竟记者被记者出卖的案件也是层出不穷，那透过网他更敢这么做。也就是说，匿名这个特性，它让人不负责任的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而这两种都会是正方跟反方分别可以去陈述的东西。然而，当正方讲出了匿名性比较容易爆料的时候，我觉得反方一开始的反应，我觉得没有那么样的直接。我印象中在反应质询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把例子举到什么实案啊，所以他是在他在讲说，假设有这个靠背，你敢上去靠背吗？这是反方的那个第一时间的回应，让我不太 OK 啊。你就会讲说什么靠背要有用啊，老师要去看到，看到我怎么反省，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现象，他最主要强调，其实说真的不是他很看到，是这个资讯可以被揭发出来。有时候其实不只是像主角的那个例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一样的结果，就是好反方这样子上来就是糊弄了一两句之后，你们就没有继续往下发展的空间，你们没有把它讲。就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匿名性的特性，对于正方来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好发挥的。可是你们没有做到，我也觉得很可惜。那最后我必须要，还有一些反方的攻防，其实你们在讲说什么？辱骂啊，在那个网络上面的讨论很容易出现辱骂理性，这个不理性的状况。你就讲说立场鲜明，可能没得讨论。我必须得说啦，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 PET 的重度沉迷者啦。那他在里面的颜色很分明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还算明显。你说什么八卦版里面可能就是充斥着各种绿色的言论，在蓝色的言论当中，你可能比较会在正黑版当中去抒发你的意见。所以其实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有时候再者，就像是今天反方所举的那个原谅死刑犯的那个例子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在看到反 face 团体的时候，怎么样去指责他呢？你们又不是受害者家属，你凭什么出来帮受害者家属讲话？你凭什么去讲说你可以感同身受？可是当今天有一个受害者家属真的出来讲话的时候，他对他的展现出来的结果其实不会是包容，一样是辱骂。所以在这样子的例子对我而言很鲜明的状况下，其实我觉得乡民讨论的不理性的程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对我而言，上比赛的呈现结果会是这样子。所以即便你在后面你想要去强调说乡民有办法透过一次一次的错误，一步一步的反思，到最后更加迈进正义的这个结果，依然觉得他没有在我脑海当中有很深植的印象。特别是网络霸凌这件事情，从过去到现在以来，网络乡民的各种跟风，我看到黑影我就开枪，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屡见不鲜。你真的要说从过去到现在，乡民真的有学到什么很具体的经验吗？其实说真的，类似的事件一再重演。所以在你们所讲的讲法，其实本身说服力本来就比较低，二来还比较晚出现，二来是其实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会觉得这个结果比较难以预料的状况下，单纯就论点的结论来讲，我比较偏向反方。但是其实我觉得正方有一个可能是出路的东西，就是今天我觉得反方你们即便花了很多，不管是沉默螺旋也好，或者是乡民的各种特性也好，你们最后收的结论都比较像是说，如果我们把乡民的正义、乡民的行为评价是一件正义的行为，或者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然而你们反过来想啊，
如果你们觉得乡民的正义把它评价成是正义，会有鼓励的效果，那如果把它评价成不是正义，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当乡民开始不认为自己的发声对于整体的社会有所贡献，他们开始想要爆料，却遭受到各种阻碍。这个社会各种评价告诉你说，乡民的行为很多时候是错误的。其实对于乡民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加的不敢发声。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觉得反方的意思比较像是，我个人觉得至少给我的看法是，乡民的正义是不是正义，不要评价最好。就是你说他是正义，好，你可能会鼓励，乡民可能会自以为自己是英雄。可是他如果不是正义，你不鼓励他，甚至你开始想要禁止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各种爆料下面的好处就会开始慢慢的消失。就好像你说，你去评价说，我应该要评价一个学生是聪明的还是是笨的？你说他是聪明，他可能会自以为是，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很聪明，不想要学习。你说他是笨的，你可能会打击他的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评价他是聪明还是笨的。你这个时候假如说他说你要好好学习，你不要觉得自己不会聪明，可是同时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你懂我意思吗？反方的结论对我们比较像是这个结论：乡民的声音是不是正义？不要评价最好，你不要给乡民有什么感觉，你只要告诉他说，你做自己这件事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正方其实我觉得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进行冲击。你可以说，好，就算你告诉我乡民的声音不要把它评价成正义，因为评价成正义很危险，那你要把它评价成不是正义，就是一件不危险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像今天第一个专家，就是他可能需要去问反方说，你们觉得乡民不要发声会不会是一件好事？我因为乡民其实有好处存在的。这个时候，如果对于一个其实很常提供资讯来源、很常对于社会议题发展出有时候正确的结论，你需要告诉他是一件不是正义的事情的时候，对于乡民来讲，他会开始怎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你们可以自己想想看，就是当是不是正义对于乡民的作为有像反方所说的这么大的影响的时候，不管评估他是正义或不是正义，其实都非常危险。所以如果可以进入到这一组，我觉得对于反方的论点可能就会有相当大的强烈的效果。我是说，如果反方没有进一步回应的话，当然你们可能会有攻防，会有理解。好，所以这场比赛的结论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就是先姑且不论到底双方的背后的价值、操作的空间怎么样，但是说论述的结果而言，其实我觉得正方是稍显薄弱，对我而言反方其实是完成很多，给我感受其实真的比较深，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其实比较符合我在使用 PPT 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我都好想讲。所以我会把更多的论点论述还给反方，但我觉得正方真的很可惜，真的有很多该发挥、可以发挥的，却很可惜没有发挥出来的。谢谢大家。最后公布评分的成绩，先声明刚才公布的与裁判做的事及奖评顺序无关。第一张评分单，87分比121分。正方反方，第二张评分单62分比81分，正方反方，第三张评分单80分比103分，正方反方。本场比赛由反方以3-0获胜，请中辩知道台前握手，谢谢大家。哎，你可以帮我把红包带出去吗？啊，红包带还给你去，他讲说你那个可以用。好，好，好哦。